你好啊，咋了？你整的欺负人吧？咋了？丫头中了头了，看谁来？这都一年了，老女婿了，谁谁吧？找他有点不得劲了，叫他多休息休息，这几天有点累了。我倒要还不行。来、啊，这两个，到时候拿婆家吧。啊，懂了。哎，愿意不？那娃你给这肉都拿走了，我也没意见。我那个准备就能拿走的。对。正好在家嘞，咱弄一个辣椒炒腊肉吧，想吃嘞那妮儿。那走上。大碗，你睡着了？十一点了还不起床？哟，还有点冷呢。拜。这肉上这一层烟，得泡一下啊。那你不，你得泡啊。肉皮把这个贴死你该。好不掉，哎，这上面盐太多了，先给它泡一下。哎，莫奇，谁呀？咱爸咋说呢？你知不知道？啊。瞧瞧你这女婿，懒嘞。我生病了。啥病啊？还起不来床啊？这两天爆麦穗爆多了。手得腱鞘炎，那起床用手撑的时候撑不住，这次没起来。我早的时候起了，这次撑了一个小时。我这原来搭过棚地，这家里太冷了，我说就咱改改了。等过两天暖和了呗。嗯。这雪还没化嘞。等这一波寒流过去了，赶紧改屋，这太冷了。关键还改不住脚。谁叫人干活？你说我这没结婚前跟咱爸妈睡，结了婚还跟咱爸睡，传出去人家收拾吗？不是，人家都不着。那这一放出去就不着了。那屋贴潮了，外边睡都发福了，你就跟咱爸睡都中了。中。这是你的福气。估计再等等更好。早起吧。早起吧。看着你的手，怕你手疼。
看啥呢？看个这儿疼不疼？啥呀？我看怎么缓解，你要手不舒服。没事儿。